这，听闻你病了，请医佐来看过了吗？回陛下话，方才已召医佐来过。哦，手心果然炽热。 那就怪了，昨还好好的，怎么病起得这么急？怕不是时疫吧？若当真是时疫，那可不是小事儿，最好出宫去避疫。陛下，朕昨日令堂前字，启程前往黄泉关赴任，今日你便突然高热。 这要不是时疫，那怕是朕的旨意害人了。思念道不必见你，师父。当时风花纷纷应是好时辰，何苦又端坐风月里孤身？想在丹青断肠篝火里。 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你做的荷包没带在身上，没关系，本来就是个小玩意儿，做的也不好，您没带也是应该的。师傅，您看论交珠了吗？看过了，过几日考公马骑射，这些你一向做的很好，争口气。 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 既然上场，万事凭自己。大哥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过来救你啊！大哥，大哥！大哥，加油！方兄，虽则混战，也需兵法。 你我联手，先将众人击落，再采挟天助上，一决高下如何？他还知道连纵呢。
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什么呀？看到了什么好货子吗？好俊俏的公子啊！你不知道吧？他就是和我兄长一同参加此次科举的方海市方小公子，齐海公的徒弟。啊，他就是那个文才武略被传遍天启城的方小公子，策论得到皇帝陛下钦点一甲第一的那个。是啊是啊，要不是爹血被人暗算，这么英俊的小哥就是头回了。好容貌，好气度啊！大家快来呀、啊，方小公子原来您就是鼎鼎大名的方小公子，小的看您气宇不凡，招待不周，招待不周。方小公子，你们别碰了我的玉器！方小公子，方小公子，方小公子，你的玉佩还要不要啊？方小公子，他穿咱们衣裳倒是挺好看的，就是可惜了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就随便糊弄自己，老了病根还在后头呢。师父，你说话这么老成，你究竟才大我们几岁啊？许多岁，我是你的长辈。师父，我数过，其实你没大我们几岁。你数过？是啊，一岁一岁的数过。小的时候大几岁都算大，现在渐渐年长了，岁数就没有那么分明了。喝了汤，驱寒的。陛下，臣有一事，臣想恳请陛下将臣调到黄泉关去。哦，北地苦寒，常年边患，不仅是女人，连补给都很难送到。你到了那儿，可就要跟他们一块屯垦，这日子远不比都中好过。你当真想去黄泉关？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师父对我们虽无生恩，但有养育之恩，我们日后自然要在他膝前尽孝。膝前尽孝？我问你，他比你才大了多少？他也才大了我多少？海氏，就包括你跟着他的时候，他自己也是个半大的孩子吧？方海氏，秦海公，方建明，方大人，从来都不是我的父亲。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我说的是实话。我对师父不一样。所以师父万万不可再往前走哪怕半步，不管是出于从小看我长大的情谊也好，对我关爱的拳拳之心也罢，都不可以。若师父再走半步，只怕海氏会说出不该说的话，做出不该做的事情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海氏只能一辈子熬在关外，没办法回来再见师父。臣妾这就去把手洗干净，重新雕刻。站住！你以为你在做什么？故意把手用废了，好让众人议论朕刻薄寡恩是吧？
哗众取宠，不知所状。陛下，陛下！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